灯不点不亮，话不说不明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到我们的鸡同鸭讲这个单元，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呢，也是首度上我们金曲龙虎榜的一位特别来宾。最近报章杂志都经常刊登他的消息。大家知道七月份暑假是我们心脏变得如雨后春笋啊，从新节目、新的综艺节目，而且这三台综艺节目呢，可以说调度呢调兵遣将，也是成为热门的话题。尤其我们钻石舞台最近主持人呢，经常呢也是成为大家的一个谜底。今天呢，把他本人邀请到现场，谈谈他的心底到底怎么样，也不要让观众朋友去猜测，也不要让记者呢啊，好像这个在猜谜一般。一起来欢迎彭恰恰先生。哎，来，哇！马上有歌迷。哎，谢。哎呀，你看小朋友都喜欢。他怎么头不回就走了？很职业化的鲜花了。你的头发怎么了？这个谈到彭恰恰呢，我们知道他的崛起也相当的快，也是金钟奖的最佳节目主持人。最近也忙着出一些新唱片，新唱片什么时候推出啊？年底以前吧。年底以前，我们这个期待您的新作。啊，同时我们知道彭恰恰最近报章杂志写他很多，说经常善变呐、啊，跑到南部去玩呐、啊，啊耽误人家的工作了。其实这些种种，大家把责任都怪到彭恰恰身上，我觉得是比较不公平的。因为彭恰恰呢，也是他本来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就很难够控制啊。不是，我是一个月发作一次，可以吗？那你到现在这个，据我现在知道，他是跟张小燕准备为大家服务周末派。是，啊，连环炮的工作好像是连环炮可能会。偶尔当当来宾之类的哦，当当来宾之类的、就是，当当导演之类的哦，那就是已经升格当导演了啊，这跟人家步入郑敬一的后尘了、啊，经常会导着演，是，我是7月25号出唱片，嗯，那像我的个性是很容易上瘾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您我懂你在说什么，那您这个也是要出唱片，是不是因为我签约你才想出还是？差不多了，因为你以前就出过唱片哦，那我想人比人啊，这个。输人家输一点点就好了嘛。哦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年同时又签了约嘛。对。那因为我知道你要签出嘛。哦、oh. ，那我只好避开了。哦，也不是避开了，你先观摩一下，看戏不？没戏就出的。你俩错改，我都卖出来。不是，我错改的修正方向啊。对，是不是？不总是啊，演艺界大家的互勉励啊。是的啊，这个尤其我们郑敬一郑导演也是非常有才气。是，听说你最近找他写歌、啊。不是，他写的歌叫我听听看。哦、oh. 啊。叫你听听看，不是我中意的话呢，他要卖给我。哎呦，那个郑敬不随便卖歌了。我说有没有打折啊？没有，照原价。哎呦，他的歌贵啊，贵啊。但是好，真的好。好、啊哎，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他来上鸡同鸭讲，了解一下这个彭家以下的个性到底如何。这个单元不是陷害的，不是陷，怎么陷害？是有的人是真的呢，怎么讲陷害、哦？我们又不是连环炮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鸡同鸭讲。彭恰恰，听说你太太好像对你的身材不太满意哦，她最常抱怨你什么呢？下半身比较怪一点，上半部还可以。请问到底怎么个怪法呢？看长相啊，猴嘛。你太太生气的时候，她都是怎么叫你的呢？别干柴。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啊，叶子妹和你老婆的身材都是属于哪一种呢？跑路起来好像会有咚咚咚。那你老婆的身材一定不比叶子妹差哦，藏在家里不是太可惜了吗？依你看啊，她的胸围有多少寸呢？以前快80，现在75。哎，怎么缩小了呢？嗯？还是挂在。对了，彭恰恰，听说你不喜欢带老婆到公共场合，是因为时间一晚她就会大喊。啊，差了呀，等下困哦。哦，所以你每次听到她在大庭广众前大叫，你就会觉得很不卫生的感觉。彭恰恰，听说当你生下来的时候，你们家的长辈哦都不约而同地说了，你杀死他。后来是你妈妈用了一句话救了你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一句话呢？佛曰不可杀生。你觉得自己的造型最适合拍哪一类型的电影呢？人类的起源。听说你常得一些很奇怪的病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呢？不多啊，这别人送的。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在卧房里啊，你老婆最常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你呢？用看不起的眼光，用鄙视的眼光。不太懂哎，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那除此之外，你老婆还会跟你说些什么呢？算了吧。这下你可惨喽。那你都是怎么表示弥补的呢？对不起，再来一次，对不起。这么尴尬。最后又是怎么收场的呢？做一个小鸟的动作，然后就飞了。
听说这种困扰常常反映在你的梦里头，那请问你的梦境都是？球很小，球棒很小。那你晓不晓得还有哪些人跟你有同样困扰的梦境呢？很多了，讲这话得罪人。不会啦，没有关系的啦，举几个例子就好了嘛，好不好？老一点的啦，比方说这个刘福柱啦、于天啦，还有就是邓志宏、小亮哥。哦，哎，听说你很怕看到圈内一些男艺人，尤其是看到他们的小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都很像我。那请问你最怕看到谁的小孩呢？苦瓜。当鼓手的时候，正要接郭泰源的球，结果那个球就飞进鼻孔。你看他对华视是最忠心耿耿的，嗯，可是其实你心里最想做的是跳槽。跳槽啊？那请问一下，你跳槽以后又打算做什么呢？拍小电影。请问一下，你们为什么都想拍电影呢？都蛮好赚的哦。陈一郎啊，你说蹦恰恰拍小电影你一定不会去看，因为这样子还不如我自己照镜子。你觉得圈内的男主持人啊，谁最像色狼呢？蹦恰恰就蛮像你。蹦恰恰，江蕙觉得你很像色狼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觉得很痛心啊。别难过了，你为什么会给他色狼的印象呢？是不是你每次都拉链没有拉？这是哪来的怪癖啊？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谁教你的？通通是王伟忠。圈内好多艺人对你印象都非常深刻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对你的第一眼的感觉，好不好？他一定不敢说。嗯，我看不见得哦。你的嘴巴看起来好像好好亲哦。嗯。啊，神经病，是狗吧？啊，就像女生一样。哈，好像 ET。 大家听了这些好朋友对你长相的看法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祝福他们？比方说你希望郑敬怡跟杨凡花名满天下。我是李诺。嗯，那要祝童安格跟阿伦什么呢？嗯，秃头毁容。这简直是诅咒嘛，女生该说点好话了吧。祝珍妮和迪英生活不正常。那借钱没谈。蹦恰恰，这好像不是我们认识的你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都已经快挂了。哎哎，哎呦，蹦恰恰吓得我满头大汗。哎，他上这个单元基本上很紧张，就算他经常虽然在访问一些巨星的时候呢神情自然，但是碰到这个单元呢稍微还是紧张，因为他也怕我们陷害他。其实我们刚刚觉得最贴切的就是您生下来的时候，你家里人看到说要杀死他。没有了，顶多把他丢了，把他丢了，只是这样。没有，没那么严重的。其实生下来不会有感觉那么难看嘛。我生其实小孩子生下来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嘛，哪能看得出来都难看？对啊。谢谢你啊。不是不是，但是就是说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妈妈说这个不能杀人。不能杀生，不能杀生啊！不能杀生。听妈妈是个很虔诚的，哎，我妈妈是拜神拜得很。说，据我知道，彭家家她是很孝顺的，尤其对她母亲。我跟她以前常常赶到高雄啊，或者是赶到台南去做秀的时候，她一下飞机一定要打电话报平安，因为如果不打的话，要报告妈妈说我已经真的到达目的地了。嗯，要不然她就外面拜神了，你要保佑儿子平安，报平安嘛。是，所以可以见得这一点，她对她母亲非常的孝顺，每天一定要有这个电话回去。如果忘记打一通电话，她母亲大概睡不着，这个就是假不好啊。对，假不好。是的，而且她刚刚提到拍的电影，其实你已经拍过很多英雄片。英雄无胆。是啊是啊，但是这个就是您个人比较适合拍《人类的起源》，就是。这是教育片也不错的。是，你觉得我去拍那片还用得着化妆？不是，这个处理就拍什么戏都没有关系，那适合自己的造型，演员嘛，演什么都要像什么了，对不对？这是还是最成功。你跟老婆的感情应该算不错了，嗯，相当不错。那你跟你老婆？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，是相当不错，是那就相当不错。我们也相当不错。刚刚讲小时候就喜欢棒球。哎，从国民小学喜欢棒球，后来选棒球队没有选上，那接到棒球接太过太远。我事实上是被这边变成那个投手啊，真的从球的 K 下，你看我两边不太一样，哦，这边凹了一点，就是被球打到的，是真的被球打。哦，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朝着你从小就喜欢表演。嗯，还好，我经常参加什么作文啊，什么演讲比赛，可从来没有得奖。经常在，那不跟我一样吗？我们也是天生这样。
对，习惯上台。是啊，是啊，从来没有说在学校什么魔幻生啊，没有，或者有奖章，我大概找不出一张奖章。我有，有吗？有考试的奖状。哦，考试还有奖状。月考会第一名。哦哟，我连那个都没有了，真的。我有一堆啊。哦，真是太厉害。哪天借你两张？没有，我跟我哥哥借就好了。这个想跳槽吗？有。有那个吧？哦，有合约在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为什么他们说你想跳槽？不，那要先解决的。哦，就先解决跳的，对的。不过他对华视一直这样忠心耿耿啊。不过你现在最近呢，这个主持人呢，也这个大家的这个猜来猜去的，总算是尘埃落定啊。是。哎，今天也高兴呢，我们这个彭佳佳上我们节目啊，总是做了一番说明嘛。是。哎，也预祝您这个新节目成功啊，也有你多多指教。来来来，谢谢我们彭佳佳，谢谢彭佳佳。